首先呢，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盒子啊，它是我们一大石库门造型的一个外形，在这个石库门的里面，它是一盒奶糖。盒子里面我们总共装了21粒糖，糖的分量是100克，售价是28元。那么这几个数字的组成，我们是有寓意是1921年党的创建，经过了28年的斗争，1949年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一大文创目前来讲，已经涵盖了食品、衣品、时尚产品、数码产品等等10个品类，基本满足了游客或者观众走进一大纪念馆瞻仰学习以后，可以带走一些伴手礼的需求。我们基本上每年的销售业绩可以接近3000万，在全国博物馆领域来讲，应该是进入全国前10，在革命纪念馆应该是全国第一的。一大纪念馆我们传递的是党的创建的精神，红色文化的承载，伟大建党精神的一个承载。我们传递的这些内容它其实很抽象，我们其实是从精神到物的一个转化。我们希望它有一部分的产品要具备非常简单轻质的一个旅游产品的属性，它是有创意的、有文化承载的，又是精美的、品质好的，同时不是很贵的。所以我们店里面基本上没有单价超过100元人民币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小几十块钱、20几块、30几块的一个产品。目前来讲，我们的党员人数已经接近1亿了。全国的党员每个人一生中来一次一大，我们要花3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通过产品，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让很多的没有办法来到一大的观众能够了解一大所传播的这些内容。仅仅是2021年，我们的文创产品销售数就超过100万件。今年我们的这个量是远远超过这样子的一个数值，因为我们的空间很小，地方很小，但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我们可以让一大的精神在异地传播，能够引发更不一样的一些传播的共鸣，这是文创产品它可能做到的事情。